好，你帮我问。哎，不行，我自己人，还得拍。他这样看不出来那个感觉了。捏水。啊，没事，只要是告诉他怎么弄就行。这样就看不出来往上吸了，是吧？大概多长时间能吸满？1分钟吧。最后一个声音，响了，响了之后他就不抽了，是吧？它类似于一个感应器一样，到时候满了，是吧？它就不往上。哪儿响？会亮吗？这个灯你按下去，开关就亮了。不是，它接满了之后会亮吗？好像已经充满了嘛，充满了这个还是会亮。只要开关下去，不管你还抽不抽都会亮。只是有个声音是吧？好像已经充满了，我感觉。怎么没有声音啊？这样滋滋，很小的声音嘛，就这个这个。哦，接近于抽和没抽这个感觉。哦，实际上就是没什么声音的。这就满了是吧？对。好，直接摆下来就行了吧。它至于水桶不是？把这个前面按着往外拔，这个按着，它是一个导口。Mm-hmm.